落魄公子罗征为救妹妹踏上征途，加入青云宗，不料妖王崔邪来袭，封禁空间，兄妹殊死一战，崔邪败退。事后封禁解除，宗主石敬天察觉赶到时，罗烟昏迷不醒，而罗征神魂俱灭，不知去向。只随黑暗破夜而亡，跨过生命荆棘的墙，与你剑如花伴雪江，盛放着一刹绚烂。苍穹的光，夜色瞳孔如炬明了，孤独前行在宿命路望，带着此生交，生命就算被风折断，指尖的热依然滚烫，深埋我心底那丝曙光，就像你永藏不忘。天地为路，万物为同，阴阳皆成坦，百折不回与你成钢，哪怕会受伤，我愿化身那道烟火，烧尽奔向涅槃。击碎黑暗破夜而亡，跨过生命荆棘的墙，与你剑如花般倔强，盛放着一刹绚烂。风雨飘荡，傲骨依然，我始终自重又向阳，重生即将破晓的重生，与你执手主人，我还活着。有一位大能用仙府的力量将你复活，所以你被接引到了仙府。时间不多了，按照命运的指引继续前进吧。大能难道是初代仙府主人？玉佩完全感觉不到烟儿，不知道他怎么样了，得赶紧回宗门。终于回来了。罗师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张师兄，你怎么快去训诫堂，莫三被抓走了。诸葛兄弟两人勾结训诫堂，诬陷莫灿偷盗宝物，还想拉你下水。哎呀，秦副堂主，你拿了我诸葛家这么多好处，就这点手段？明白，明白。贼子莫灿，你要是再不承认罗征是背后主使，就别怪我大刑伺候。我绝对不会污蔑罗征，有种就打死我。既然你那么有种，我就成全你。
罗征，既然罗征不肯现身，那就不用浪费时间了，杀了吧。罗征，我们来世再做兄弟。嗯，训诫堂什么时候轮到一群畜生做主了？罗征，幕后主使都主动送上门来了，你还跟着傻愣着？贼子罗征，还不束手就擒。捷径。莫参。罗征，你杀了诸葛青云，得罪了我们诸葛家，准备好受死吧。诸葛青云暗通妖族，他该死，血泪晶石。先天三重，竟然能破了我的封字诀！没了你祖宗，你就是个欠抽的废物纨绔！你打我脸，你打我脸，就是打诸葛家的。张口闭口，诸葛家！打！嗯，别停呀，继续揍呀。堂哥。好弟弟，别担心，他扇你一巴掌，我就折他兄弟一条腿。堂兄高明。怎么办？我们要是动手，他一定会杀了莫参的。得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再找机会救下莫参。来呀、啊，来打死我呀！啊！兄弟，他都提出这种要求了，我实在忍不了。你就安心去吧，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。堂哥救我！好啊，我就先杀你兄弟。好机会。堂哥，诸葛爷可是天穹长老让我看顾的弟子，就这么死在训诫堂，完了，得赶紧通知天穹长老。死得好啊，我还是第一次瞧见蠢死的。精彩，我很久没见过这么精彩的表演了。废物，三疯子交给我。无心，你先带莫参归小雨峰。好，我回去通知苏导师。这场戏我还没尽兴呢，谁允许你们这些配角离场了？
我来慢慢陪你玩，只不过代价是你诸葛疯子的狗命。罗征，我可太喜欢你了，你比那些只会哀嚎求饶命的奴才好玩太多了。七玄妖剑，七鬼持剑，你这种视人命如草芥的人渣根本不配用剑。说，继续说，你说一个字我就刮下你一片肉。你现在尽管笑，等会儿你哭着求饶，可笑至极，受死吧，七鬼合一。间的恩怨该了结了，贱民还敢叫嚣！诸葛峰，你还没发现吗？我的剑失控了，怎么可能？说过不配用剑，你的真元竟然能夺取我的剑。不，我诸葛峰天赋异禀，不可能被你这肮脏的虫子击败。丹药刻出来的天赋异禀不堪一击。诸葛峰，戏还没结束，你怕什么？幻觉，这都是我的幻觉，他不可能这么强。我是诸葛家的希望，天赋超群的诸葛峰。你这种贱民就该被我踩在脚下。我看你除了嘴硬超群，剩下的就是一身软骨头。我要杀了你，杀！杀！杀！受死！
云宗神丹境长老天穹，他就是诸葛兄弟的靠山。敢在青云宗内行凶，找死！我，我一招竟能没死。灭世掌。你身为宗门长老，竟对一个弟子出手。苏凌月，你的弟子公然行凶，暗律当杀，难道你想包庇诸葛兄弟栽赃陷害，想置我于死地？我只是反击，何罪之有？我只看到你残害同门。天穹，你如此不辨是非，莫非是老眼昏花了？你骂我老？青云宗上下谁不知道我驻颜有术？事情真相尚未查清，你就痛下杀手，我看你不仅老还蠢。苏凌云，这里是青云宗，不是你半天王朝，别太放肆了。我今天就杀你弟子，给你立宗门规矩。想杀我弟子，你还没这个资格。苏道士，你退后。我是宗门十大长老之一，你不过一封导师，竟然说我没资格。你为老不尊，不配当宗门长老。口一个老，你年轻了不起啊！我今天就毁了你这张脸！啊，假的！天穹，看来你是真不想要这长老之位了。臭丫头，轮不到你对我指指点点。你还要打下去，我奉陪。若是宗主敢来询问，你这长老之位就难保了。公主殿下，就算我不追究，诸葛家也不会善罢甘休。用不着您老人家操心，我们走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？长老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哼，废物！
苏导师，莫灿情况如何？莫灿已无碍。啊，倒是那天穹，他向来喜欢攀附权贵，如今你杀了他护着的诸葛兄弟，他恐怕会耍些阴毒手段。谢苏导师提醒，我会多加小心。弟子还有一事，您可知燕儿现在的情况？罗燕无恙，只是被宗主秘密保护。想要见他，你需获得全峰大比前三，宗主才会允许。那我一定要参加全峰大比。你也是先天三重，可晋升为内门弟子。后日小雨峰会选拔两名弟子参赛，你去准备吧。是。总算晋升为内门弟子了，这身行头还不错。先准备小雨峰选拔，好参加全峰大比。我之前在仙府中得到了日月星辰图，从图中领悟了星辰之力，就是靠这股力量抵抗天穹的灭世掌。如果我能从图中领悟更多星辰造化，全峰大比夺下前三也会更有把握。星辰更强大的力量，如果我能观想凝固这股力量，不行，大师的力量太暴烈，我现在还无法掌握，试试观想月亮。月亮之力变幻莫测，短时间内我也难以领悟，还是从最基础的星辰开始观想比较好。举杯邀明月，与月共枕眠。本该好梦时，可惜师弟约打架，还让师兄我苦等。好，你特意去千里之外买青花酒？全峰大比在即，我需磨练剑心剑意。宗门之内，唯有师兄你是最好的对手，还请不吝赐教。哼，你是说，宗内弟子除了我，你再无对手？好一个自命不凡化天命！心境，我不想伤害宗门花草，就在此处切磋吧。好。华师弟，你不拔剑，可容不了我。
未必。就这点本事吗？裴师兄，轻敌可是大忌。好，周周繁刹，扣金钟。破了我的炼心镜，引爆心神会产生阴灵能量，再试试心神对撞之力。师弟，啊，华师兄，刚刚那股星辰之力是出自你手？嗯，请问这位师兄是？青云榜第一，裴天耀师兄。我们在此切磋，没想到碰见你修炼。小雨凤罗生，见过裴师兄。抱歉打扰二位师兄切磋。你既然不肯拔剑，那今夜切磋便到此为止。我拔剑之日，便是夺下青云榜第一之日。大江后浪推前浪，一浪还比一浪高。啷里个啷，啷里个啷。迟早都死在沙滩上。这位裴师兄可是出自渭水裴家？没错，不过他并非世家纨绔，从不依赖外力，全靠自身修行。哦，罗师弟，你已晋升为内门弟子。嗯，我打算报名参加拳风大比。大比是一对一比试，我记得你的武器是一把飞刀，正面迎敌有所欠缺，你可考虑再备一把武器。多谢华师兄提点。正好攒了不少天眼精华，卖掉后应该购买一把好武器。这都是我们拍卖行的上品宝物，公子可尽情挑选，一定会有让你满意的武器。这剑胚是车道子的遗作，本该是仙器，只可惜最后一道工序凝炼并未完成。炼器宗法记录的凝炼，就是让剑胚吸收天眼精华。正好我有不少，我就要这剑胚。至于费用，我想长期售卖天眼精华，费用从交易中扣除。此物是炼器至宝，可稀罕得很，若是大量出售，恐怕会被人觊觎呢。不过呢，我有法子为公子分忧，只是这佣金嘛。成交价的一成可好？
两成，三成，四成。公子拿走此剑，天眼精华来源，只有你我知晓。成就。我就喜欢公子这样的爽快人。时候尚早，公子可愿到寒舍饮杯薄酒，与我促膝？告辞。这嫩小子。兄弟，练剑找我战火英杰，明码标价，人人都说好。不用了，我打算借个练气室，自己来。哟，你一个小雨峰的弟子，你还懂练剑呢？略懂，略懂。你懂个屁！咱们峰的练气室不对外租借，赶紧滚！十滴天眼精华。啊！兄弟，这里请。那小子绝对是个钱多人傻的主。等着吧，肯定凝练成一团废铁。有他苦的。到时候咱们就一唱一和，给他推荐补救方案。要是他成功了呢？哼，那我管他叫爹。仙剑出世，哇，不是吧，他练出仙气了。流光耀四海，就叫你流光好了。开启试炼，选拔出战全峰大比的弟子。这届大比可有潜力出众之辈？铮铮铁骨林庚，技巧百变朱千宁，青鸾魔女霍雨欣，激战白骨黄宇，后海快刀黑明，枪卷风云月奇，赤血剑痴化天命，赤酒禅绝雷天耀，小雨峰全峰大比选拔试炼开始。林庚28000分。哦，不愧是连更师兄啊，竟然能拿到这么高分数，我们这次一定能拿到好名字。在渊罗征，我太强了，是不是没睡醒？真的假
罗征他不是人。罗征，55000分，打破小雨峰记录。罗征，林更，代表小雨峰出战。废物，你竟然让一个先天境的小子在你的眼皮子底下杀了人。我没料到罗征竟然有如此实力。必须解决他。可他有苏灵韵护着，要是被宗主察觉了。察觉又如何？青云宗长老的俸禄还不够我买养颜丹的，真当我稀罕？殿下一直想拉拢手握兵权的诸葛家，现在正是好机会。若我们除掉罗征，替诸葛家报了仇，他们自然得承殿下的情。您说的殿下，是指梵天王朝的三皇子殿下？没错。只要我们帮殿下夺得皇位，青云宗不待也罢。罗征要代表小雨峰出战拳风大比，我们只需找个合适的弟子，让他不小心在擂台上把罗征给杀了。你去安排吧，我要让小雨峰在第一天就全军覆没，罗征死无全尸。那就是大比擂台，所有参赛弟子都会通过平台传送到高塔之中，高塔内另有一番天地，决战就在高塔顶端的巅峰擂台。今年咱们小雨峰一定不会再垫底了。放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今年的比赛一定很精彩。哎，罗征，欣欣师妹快过来呀。林师兄。哦，欣欣。师兄，这就是你的心上人？什么时候去提亲呀？等拳风大比结束我就。这不是万年倒数第一的小雨峰吗？你是谁？老子黑明，人称后海快刀。人称什么？说太快了，没听清。那老子就让你见识见识。原来你们后海峰喜欢偷袭，我算见识了。小子，你很嚣张啊。对不长眼的人我一向如此。你说什么？黑明，我们后海峰一向以礼服人，怎么动手了呢？是，王允师兄说的对。他就是后海峰的天才弟子，王允。先天大圆满。罗师弟是吧？我是个讲规矩的人，你要是不懂规矩呢，我不介意教教你。暗器伤人也叫规矩？那不如我来教教你我们小雨峰的规矩如何？我倒想请教一下，每届大比都垫底也是你们小雨峰的规矩？罗正。
开始吧。大比共分为三个阶段，每场为一对一比试，胜者晋级，败者淘汰。我宣布，青云宗拳风大比现在开始。现在公布第一阶段第一轮比试对决名单。都对上后海风，也太巧了。比赛开始。小子，我一招必杀你。哦，如果你办不到，就给我磕头认输，如何？还跟老子装上了。你知道老子后海快刀的快字是怎么来的吗？行，杀。哼，这也叫快刀？赢你只需一招。小雨峰罗征胜。你们后海峰修的是最上功夫。您别生气，黑名是差了点儿，但不还有王允吗？您瞧。王允太凶残了吧，林更快被打死了。李师兄，李师兄，别打了，认输吧。我不可以认输。擂台比武本是切磋，你的弟子竟然下如此毒手。王允走的就是霸道刚猛的路子，你的弟子自己不肯认输，死了也是活该。哼，小雨峰真是一年比一年弱，要不就取缔吧，青云宗32封足够了。李师兄要拼命了。有句老话很适合你，叫爱拼才会赢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拼命，那我就让你多拼会儿。起来拼呐，别装死。我林大哥。让你拼，拼。
这你宁死不屈？王宇，你欺人太甚！哟，骨头还挺硬。哎，哎，王云，小雨峰的废物，看好了！我这就送你上路。只分胜负，不分生死。你要是再下如此狠手，就滚出青云宗。是，弟子知错。哼，真不尽兴。林师兄，来。林大哥。苏导师，对不起，我太没用了，给小雨峰丢人了。林师兄，别这么说。这份屈辱，我一定让他们百倍奉还。你人没事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带他回小雨峰医治。王允还算不错，他可是我们峰最厉害的弟子，对付区区一个罗征易如反掌，更何况还有您出手相助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安排好了。第一轮比试结束，现在公布第二轮对阵名单。真是贼心不死。天穹在对战安排上做了手脚，想置你于死地，要小心。我其实不喜欢打打杀杀，可惜你揍了我师弟黑明。按我们后海峰的规矩，谁揍了我们的人，谁就该死。真凑巧，我们小雨峰也是这规矩，而且必须百倍奉还。你这张嘴有点本事，但不多。我本事是不多，但教你做人绰绰有余。等会儿你得多学学你师兄，一定要宁死不屈，知道吗？比试开始。罗征，你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吗？想我死的人多了，不差你一个。
听见了吗？我的龙骨脊可是很喜欢你啊，他迫不及待想饮你的血，吃你的肉。蛟龙脊椎，不错的食物。嗯，你想吞噬龙骨脊，但你现身会被宗门发现。用你的天魔真元隔绝阵法。你伤我师兄，我今天必让你付出代价。哼，就凭你？废物的师弟也是废物。师兄虽败不屈，不是你这条牲口能侮辱的。罗征，你的骨头最好和你嘴一样硬。少废话。哼这下罗征死定了。你闭嘴，你生怕别人不知道吗？刚刚王允的那招似乎蕴含天穹的灭世真元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看不见了？发生什么了？能看到吗？罗征不会出事吧？星辰对撞。真元，乖乖给我受死！这灭世掌并非天穹亲自使出，威力并不强，但不能一直耗下去，只好试试新领悟的这招。这下你死！你中了天穹长老的灭世真元，竟然没死？怎么可能？是天穹让你来杀我的。哼，少废话。就算你没死，你肯定受了重伤，不会是我的对手。你们后海峰的人，个个都挺自信的。你的剑是仙气。弄断了就没滋味了。真难伺候。龙骨乱鬼刺。
真龙，你不是人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不知道他们见不散了，怎么回事？召集一下。你不是喜欢以理服人吗？那我就用铁拳多给你讲讲道理。不是，你欠我师兄的还没还完。快停下！后海峰弟子王云认输。大比规矩，参赛选手自己认输才算数，你说了可不算。长老，再打下去王允就废了，他可是我们峰最重要的弟子啊，不能出事。您你们后海峰的弟子关我什么事？你喜欢看别人宁死不屈，那我就让你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。丹田碎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小雨峰罗征胜。可有受伤？没事，天穹把灭世真元附在王允的龙骨脊上，但龙骨脊被我打碎了。没有明确证据，天穹只要咬死不认，便拿他没办法。他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好了，我就不信抓不住他的把柄。是华师兄的比赛。你身为练剑之人，为何不拔剑？赢你无需拔剑。休得狂妄！别赢百龙杀。岂可是青云榜前50的高手，竟然连华天命的一脚都碰不到，这是什么身法？这可是华师兄自创的剑步。自创的呀，剑步封化天命圣。你竟然修到剑意大成之境。剑意不拔剑便有剑。姓华的小子不拔剑也太猖狂了吧。最是年少好时光，不负轻狂不负剑。师兄说人话。
是个剑修都爱抓，天打雷劈也嚣张，惹不起，惹不起。有什么惹不起的？反正第一肯定是师兄你，我拿第二，第三就随便吧。那师兄我可得努力，不能让乖巧懂事的师妹失望啊。师兄，你今晚少喝两壶，就是最大的努力了。师妹啊，努力复努力，再怎么努力，不如不努力。一壶酒消愁。第一阶段比赛结束，现在公布晋级名单。第二阶段比赛明日辰时开始。罗征，我也没想到那罗征如此厉害。长老，饶命！师叔。师叔，罗征那种无名小卒不值得您如此动怒。七大世家皆知罗征杀了诸葛家三名子弟，他们家脸面不保，对罗征恨之入骨。可惜有苏灵韵和青云宗护着，他们不便动手。您要替诸葛家出手？是替三皇子殿下。诸葛家主已经答应殿下，只要除掉罗征，他就愿意帮助殿下夺得皇位。所以师叔唤我来，是要我明日在擂台上杀了罗征。办成此事，你们王家也有从龙之功。师叔的请求，我自然不会拒绝。好师侄。这颗三日雄虎丸你收着。罗征那小子一年前就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完全不足为惧，何须服用丹药？要是伤了你这张俊脸，我可心疼啊。乖乖收着，有备无患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在想什么？苏导师，我今天见华师兄凭剑意取胜，便在思索什么是剑意。意如所至，草木皆为利刃。剑修修的非是手中剑，而是心中剑。心。我知道你加入青云宗是为了救出罗烟。可救出他之后呢？之后我没想过。那今日便好好想一想。上来。你究竟为何而修行？我不甘心被人踩在脚下。你的剑为何出鞘？剑锋所指又是何方？
征，你永远只是个猪狗不如的阶下之囚。以为我建议就是建议？他悟出建议了。我想变得强大，再没有任何人能欺辱我。我的剑出鞘是为了斩天下不平事，杀那些作恶多端的该杀之辈。这就是我的剑意，我心中的剑。今天的比赛会有亲传弟子加入了？对上亲传弟子，内门弟子没有任何胜算。哎，他们来了。今年谢云师兄回来了，不知道裴师兄还能不能保住第一的位置。上一届裴师兄根本没尽全力，他可是一招没出，全靠防御就拿下第一。不愧是亲传弟子，都是照神经。王夜苗，哼，还是这么喜欢装腔作势。现在公布第二阶段第一轮比试对决名单。应该又是天穹的安排。哼，罗征。小混蛋，姐姐今天一定把你玩死。小雨峰罗征对阵青传弟子王夜淼，比赛开始。罗兄，半年未见，你修为精进不少，不愧是燕儿的哥哥，天赋同样出众啊。别用你的脏嘴提燕儿的名字。拈花一指，去。罗兄，我对嫣儿一往情深，只要你劝说嫣儿嫁给我，我就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少在这装深情，宗内谁不知道你到处祸害女弟子？你懂个屁！夜淼哥哥是暖男，暖男懂吗？我自愿跟着哥哥，不求名分。王夜淼，你不过是看中燕儿的天赋，想利用他来增进你的修为。双修之道并非邪法，对双方都有益，等大舅哥有所体验就能明白了。哼，杂玩意儿，滚。不开窍。
一花一世界。只会这些华而不实的招数吗？一火火灵，连灭灵声，罗兄，我可是待你不薄啊，能死在连陵之下，你也算是一个风流鬼了。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满脑子那些龌龊事？罗征，你够丢了，既然你嘴里不要脸，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情面，你竟然领悟了剑意！这个蠢货，拖拖拉拉的，还不服要等什么呢？啊！给我下来！你输了。我不可能输，我怎么会输给你一个先天三重？王彦淼，你一向自视甚高，视他人如蝼蚁，却不知天下之大，无不可能之事，而你也不过是一只眼界狭隘的蝼蚁而已，却整日沾沾自喜，不思进取。竟敢骂我是蝼蚁，罗征，你要找死，我就成全你。
有没有搞错？竟然嗑药，这是作弊吧？规则允许吗？在比赛中嗑药求胜，就证明他的武道之心已经动摇。宗门不会再培养这种人，自然也不需要规则说明。罗征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先天仗仗神很厉害？简直就是天才。但死掉的天才和垃圾也没什么区别。不对劲，这股真元很奇怪，似乎不属于王爷庙，速度和反应也变快了。那不是华师兄自创的剑步吗？他怎么会的？罗师弟果然悟性惊人，这么短时间就领悟了剑意。罗征，我给你个说遗言的机会。你觉得嗑药就能赢我？谁给你的自信？天穹长老。苏凌韵，你怎么教弟子的？在擂台上胡说什么？罗征未必是胡说，你敢把手拿给我瞧瞧吗？好端端的，你看我手做什么？你不是擅长保养吗？女人的手就是第二张脸，我看看你这张脸保养得如何。还是说你压根儿就不要脸？苏凌韵，你的弟子输了跑来找我麻烦是什么意思？比赛尚未结束，你凭什么笃定他会输？人面花丝入侵我体内，这就是你的手段。你怎么可能侵蚀我的鬼丝？星辰之力，湮灭。你果然在搞鬼！天穹扰乱拳风大比，谋害宗门弟子，拿下他！对我的弟子出手，还想跑？臭丫头，现在怎么办？天穹，我给过你机会，你还是死不悔改。石敬天，你迂腐不化，不识时务，青云宗迟早在你手上完蛋。替身符。我宣布天穹为宗门叛徒，先将其逐出宗门，凡是青云宗之人见其可就地诛杀，彻查全宗，凡和天穹勾结者按罪论处，重罪者逐出宗门。你们找我干什么？我和天穹没关系，我是王家人，不能抓我。这群世家纨绔真是一个德行。拳风大比继续。
灵玉，石敬天，是你们逼我的。一个月后，我必定踏平青云宗。罗生，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苏导师呢？天穹闹出这么大事儿，苏导师去向宗主说明始末，他让你好好休息，赶紧恢复真元，准备下场比赛。好。宗主，事情就是如此，一切皆起源于罗征与诸葛家的仇怨。七大世家的手伸得太长，是该斩一斩了。青云宗不是他们能染指的地方，将罗征进宗之后的事迹一一道来。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去看看下场对手是谁。朱师姐，没事，我可以的，不用怕他。怕谁啊？罗征，是你啊。我运气不好，抽到小魔女了。小魔女？那就是亲传弟子莫雨欣，她可是裴天耀的师妹。别看她人长得好看，出手可狠着呢，人送外号小魔女，总喜欢欺负千宁。哇，美女打架肯定精彩呀，最好打得激烈点，到时候一身半路。嘿嘿，师妹，心性要收，要收心性。知道，了解，懂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看女人打架吗？光看多没劲啊，让你亲身感受一下才有意思。姐姐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千宁，朱丫头，你还准备了护身符啊？好快的速度！还给我！啊，朱丫头动春心了。师姐，那护身符对你很重要。是娘亲特意为我求的，她怕我在大比中受伤。这样啊，那你比试时多加小心。谢谢你，我先去比试了。师姐加油。下一场，玉女峰朱千宁对阵青传弟子莫雨欣。莫雨欣，出来！朱丫头，把护身符还给我，你先打赢我再说。就知道欺负我，烦死了。太慢，还想着小情郎呢。住口！
小丫头还挺凶，让你再胡说八道。故意羞辱朱世锦，快看朱师妹的腿，哇，好白呀、啊！猛点。哎，师妹性子太过顽劣，着实有伤体统了。还不是你惯出来的，宗内除了你，谁敢说她不是？师妹没教好，我得自罚三杯了。好酒，等大赛过后，就让师妹闭关苦练，心性不收，不出关。你认真的？手感不错。小丫头，你是不是看上罗征那小子了？我没有。呀，脸都红了。你要是再不认输，我就大喊你喜欢罗征，到时候全宗门的人都知道。我认输。嗯，你做什么？当然是帮你一把了。看莫雨欣轻松的样子，他应该还没出全力。罗征，我把你的小情人毫发无伤都带回来了，接着。师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下场的对手就是他了，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我给你报仇。报仇？哼，你倒是护花心切，那姑奶奶就给你一个机会。你若能赢了我，那我随你处置，不过你若败给我，就要当我的奴隶，任我处置，敢吗？罗征，你别和他。好啊，那就一言为定。长老，我希望立即开始下场比赛。我没问题。小雨峰罗征对阵青传弟子莫雨欣，比赛开始。又藏起来了。他还真是喜欢搞偷袭这一套。想到你马上就要任我处置，真是让人期待的。我可没那么期待。啊！因为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你。还敢嘴硬？我要让你四肢着地，给我当马蹄。擂台上有触发的机关，就差一点儿。再多机关也对我没用，别玩这种小伎俩了。满嘴大话的臭男人！你竟敢踢我！踢我！抱歉，失误。失误！你分明是故意的！
有人敢这么对我。这就生气了？你怎么对师姐的，我就怎么对你而已。姑奶奶今天就让你断子绝孙，千羽换字。我想到怎么处置你了。你欺负了师姐多少回，就给师姐磕多少个响头。还要四肢着地，被朱师姐当马骑。你给我滚出来，我今天非断了你不可。认输吧，我不过是让你赎罪而已，又不是要你的命。好久没有遇到能让姑奶奶我这么生气的人了，让你的小情人给你收尸吧。什么小情人？这一招我本来是打算留到决赛的。能见识到我的青鸾之体，罗征，你死的可真有面子。青鸾？那不是传说中的神兽吗？木羽县有青鸾血脉，青鸾是风的主人，它的速度本来就很快了，再加上青鸾之体，罗征危险了。剑意护体。罗征能逼师妹用出青鸾之体，着实有些本事。再厉害也不可能是莫师妹的对手，他输定了。罗征会赢。哦，化石帝看好罗征。罗征还未尽全力。快被我蹂躏吧。谁蹂躏谁还不知道呢。记得这招会折损他的寿元吧？这丫头，穆雨欣，你疯了！竟然用这种伤敌一千、自损八百的招数！姑奶奶，我今天就是死，也要让你陪葬！青鸾神掌！星辰之力，破！
的命就一条，以后别老是喊打喊杀的了。还有，我的要求你别忘了。罗正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一定让师兄打得你哭都哭不出来。小雨峰罗征生。罗征竟然赢了莫师妹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我说过罗师弟会赢。一叶障目，不见后浪翻腾，今年的决赛变得有趣了几分。裴师兄还是那么洒脱不羁。下一场，裴天耀对战谢云。我先去松松筋骨。啊，对了，无论最终输赢如何，别忘了赛后的一顿大酒。师兄，你一定要替我狠狠揍他。好，罗征，我一定帮你狠狠揍，但你要履行比叔的诺言。林师兄，你也不帮我。师妹，因果报应总有时，你这次能走下赛场已是遇到好人了。哼，不就是愿赌服输吗？有什么大不了？师妹，心要诚，要诚心。懂。了解，知道。罗师弟，谢谢你刚才出手拦住他继续燃烧精血，否则他会耗尽寿元而亡。裴师兄客气了。对了，请问裴师兄是否认识裴云前辈？裴云是我堂姐。你就是那名从仙府出来的青云宗弟子？这是裴云前辈的剑。我之前在仙墓里与前辈并肩作战，可惜。后来，我被直接传送出仙府，回到了青云宗，一直想寻个机会把此剑送还给裴家，也算让裴云前辈魂归故里。你有所隐瞒，我这佛珠是特殊仙器，仅有一次检验人是否说谎的机会。你刚刚说话时，我便使用了。佛珠发亮，证明你所言非实，你可承认？哥哥没事，太好了。宗主，恳请您让我见哥哥罗征一面。你兄长罗征正在参加拳风大比。他的天赋并不逊色于你。哥哥，恭喜罗师弟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能领悟剑意。其实我的剑步是跟华师兄你学的，师兄不会怪我偷师吧？若只看一遍便能学会剑步，那青云宗人人都应该会了。你能学会便是你的机缘。无论如何，还是多谢师兄指点。师弟客气了。裴师兄的比赛开始了。谢师兄也是田一峰的弟子吧？他原本是青云榜第一，但他外出斩妖，错过了三年前的大比，裴师兄拿下了第一。那依华师兄看，谁更厉害？不好说。谢师兄刀法已接近圆满，但裴师兄的金钟罩已经大成，
即能攻破。裴天耀，这青云榜第一的名头我让了你三年，是时候还给我了。名头如浮云，与我皆虚妄。你若真想要，先破我金钟罩。苍天霸道，好强的防御。你已经输了，切勿勉强自伤。我是不会输的。苍天霸道最强一击，我竟然破了。也不过如此。金钟罩没破吗？我分明看见破了呀。那只是刀一斩中金钟罩后再强压下折断造成的错觉而已。呀，金传弟子裴天耀胜。连谢师兄都破不了金钟罩。哎，至今为止还没人能逼裴师兄出第二招呢。化天命不拔剑，裴师兄只防不攻，他们俩要是对上了那就精彩了。裴师兄，此剑一出定不负你。我也想试试裴师兄的金钟罩究竟有多厉害。拳风大比第二阶段结束，明日辰时开始第三阶段比试，最终获胜的两名弟子参加决赛。罗征又晋级了。拳风大比第三阶段正式开始。现在公布最后一轮对阵名单。师兄，我已经诚心给朱师妹道过歉了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收拾罗正，最好杀了这个混蛋。哎，师妹有命，师兄莫敢不从，我一定好好杀了罗正。啊，师兄，你真动了杀心？我就是一时口快，不是非要你杀他。杀与不杀取决于他如何回答我的问题。
最后一轮比试正式开始。罗师弟，你在仙府之事上有所隐瞒，你可承认？我那日所说确实有部分隐瞒，只因涉及我的私事，但裴云前辈之事却是千真万确，无半点虚假，否则我何必送还他的佩剑？裴余黄三家都知道有一名青云宗弟子从仙府出来，正在通缉此人，你示好我裴家，将罪责推到另外两家身上，便可得到庇护。我见过的世家都是仗势欺人，不堪一击的臭鱼烂虾，我何必寻求你们庇护？罗师弟，你隐瞒在先，仙府又只有你一人存活，一切都是你一面之词，恕我难以相信。真相如何，我自会动用秘法分辨。既然你不信我，那就动手吧。满身魔气，你修的是魔道。是又如何？罗师弟，修炼魔功会影响心智，即便你心性本善，但也可能做出违心之事。万魔有道，争的天赋潜力，下一届的大比时他应当有希望拿第一。他对上裴天耀还是力有未逮。罗征，你可以的。你破不开我的金钟罩，我不想伤你。魔动天下，钟罩不过如此。裴师兄的金钟罩被破了。破了，破了，耶！哥哥加油。不过是破了金钟罩而已，得意什么啊，师兄还没正经出手呢。罗师弟，不得不说，你真的很让我惊讶。我也很惊讶。我本以为裴家和其他世家不同，
但没想到你竟然是不辨是非之人。云姐如同我亲姐，我务必要弄清真相，方可为她再添之灵。因此，罗师弟得罪了。四海千山皆拱服，九幽十类尽除名。梭罗法印，空门无效。你已被魔功影响，杀心太重。哼，这不过是你为了把我的罪名坐实找的借口罢了。般若掌，多罗夜指，星辰之力。罗师弟，你杀心成性，该伏法了。你没资格审判我。恶业害身如火，世有妖魔行恶，轮回至地狱，便会受这业火焚烧煎熬。你若心中无恶，这业火对你无可奈何。若你真做过伤天害理之事，这业火便是你的地狱。大师兄对上亲传弟子周通都没有拔剑呢，太厉害了吧。化天命这把剑恐怕是留给裴天耀的。未必。快看，着火了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火啊，把擂台都烧穿了。裴天耀竟然修出了业火。布衣一怒，血溅五步；帝王一怒，伏尸百万；冥王一怒，焚烧万界。罗征不会出事吧？裴天耀是禅修，本就克制罗征的天魔真气，再加上业火，不会有事的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乖乖和
我去见阎王吧。黑白双煞，给我杀了他！我就要着手去准备和妖族合作之事，我诸葛家登顶之日即将到来了。你这种贱民，就该被我踩在脚下！阴险小儿，我要你死无全尸！我臣偿命吧！你们的确都死于我手。夜火展现了他所杀之人，其中并无云锦。死啊！啊！我将你迟早不得好死。你们都是一群作恶多端、自私自利的该死之辈。生死有何惧？千锤百炼，成我大道。裴师兄，你的秘法辨别出真相了吗？我的确未在夜火之中见到云锦，是我误会了你。但是你杀业诸多，魔性深重，也是事实。我杀的都是歹毒恶人，你我道不同，以此战胜负论高下吧。好，那你我战个痛快。啊，那是什么？冥王法阵。我听闻裴天耀是冥王转世，是真的？哎，什么转世不转世的，反正师兄最厉害，罗正等着挨揍吧。此战我必定胜利。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。有必胜之志，未必有必胜之力。月台都快撑不住裴师兄的威压，如正输定了。区区威压正好助我锤炼身躯，镇压。师兄，此番论道，胜负已分。
是正是邪，一切有违法，如梦幻泡影，是我输了。裴师兄，罗师弟，真相已经明了，你有恩于裴家，他日有需要裴某人的地方，刀山火海，万死不辞。我能活着走出仙府，也是受恩于裴长老，行侠义之事，但求问心无愧。一杯酒，免恩仇。好，一杯酒，免恩仇。二杯酒，敬云姐。二杯酒，敬裴长老。三杯酒，解千愁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有事。哪受伤了？你看看，我的白头发是不是又多了？好像是多了几根。师兄，你……师妹放心，我不会随便死的。否则，这么贴心可爱的小师妹就没人保护了。天一风，化天命圣；小雨风罗征。天一峰化天命，晋级决赛。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，进决赛了！恭喜华师兄获胜，你赢了裴师兄。我破了他的金钟罩。没想到最后竟是你我一战。华师兄，我知道你的剑本打算留给裴师兄，但你我明日一战应是全力以赴，不留遗憾。我希望能一睹华师兄拔剑之姿。不留遗憾，只为大道争锋。明日辰时，巅峰擂台决战，化天命对阵罗征。罗征要是赢了华师兄，看以后谁还敢说我们是倒数第一峰。化天命可是出了名的剑道天才，罗师弟就算输了也不丢人。罗征才不会输呢。你倒是对你的小情郎挺有信心的呀。莫雨欣，你能不能别再胡说八道了？瞧瞧这红脸蛋儿，都快赶上猴子屁股了。你小看天色，目看云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师兄，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你天天把朱师妹挂嘴边，做梦都在叫朱师妹，我这个师兄都没被你放在心上了。哼，师兄才是醒也喝酒，睡也喝酒。宗主来了。拳风大比最后一战，巅峰擂台，化天命对阵罗征。开始。我进宗门那日曾见过华师兄一剑风采，一直铭记在心，今日一战，还请师兄拔剑指点。我胸中运有一剑，时机若到，
自会出鞘。既然师兄不肯拔剑，那我便闭眼一战。进步，罗征竟然更胜一筹。华师兄，你终于拔剑了。我自六岁习剑，13岁剑意大成，16岁破先天圆满境。东域年轻一代中，少有我佩服之人。罗师弟你是第一个，此剑既出，我便不会再有任何留手。我也会全力一战，动手吧。直到寻常。